我是因为你惊假药的代志会塞到伊遐去，你才故意帮伊出国，回骗红桃。李志康还在讲话啊，你是不是在维护伊？谢佳美其实嘛唔知道，伊的行安尼是头路啊。那么可能就是无甲伊走动。就算你知影假药的代志有可能甲伊有关系，你还是帮伊走啊？伊要死头路，当时就嘛稳准啊！你当甲我讲啊！你想都无甲我讲，代志发生个足临时的，所以我所以你袂好甲我讲。我之前不是甲你讲过啊？你无想要甲我斗相共，袂要紧，我袂怪你。可我真正想袂到，你竟然去甲江文杰斗相共。李公子，你要报警？现在到底什么情形？我小妹建议，我用药厂代表的身份去报警。这件代志我是压落来啊，啊，不过伊若是继续查落去，我是惊会出代志啊。我早就警告你，莫想要看见伊。你这边要安怎处理？伊有去啊，不过伊这个无一大堆，伊是找朋友来介绍大家熟识。那恁即届刚够有坐伫阮哥的大腿顶悬？无，啊无是坐伫你的大腿顶悬咯。嘿啊！杨大爷，你先讲啥？什么要坐你的大腿顶悬？啊，坐我大腿无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你听不听？你讲啊！啊，无是想坐伫你的大腿。你为什么要离开？你明明上了解，为什么要安尼搞口舌？你这么生气要创啥？敢讲咱兄弟袂当好好讲话？你就一条为一个，唔捌超越过你，敢那让你痛苦的人到这个国去作对。我唔是在跟你作对，我是无愿意看你做唔对的代志。你就是无法度了解心。我做代志，轮袂到你介绍。